哎，干嘛？你干嘛跟着我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再见喽。哎，没有啦，想问你，你今天弹这首曲子是什么名字啊？还蛮好听的哎。这是不能说的秘密。哎，这有什么好秘密的？就当我没看到，好好练琴，知道吗？你看，琴弹得好就没关系。还不是因为我功课好，老师喜欢我。哎，肖邦最爱的女人，他们在一起10年了。最后还不是分开了？但是，能够拥有10年也已经很长了。